现在有了吗？回去了，然后我就不打算播了吧，准备 say goodbye 了。 say goodbye。 回去哦，回去洗个澡澡，姐睡觉觉了。骗谁呢？我早睡。你要嗨起来。现在才几点？现在才9点，然后我今天10点钟之前一定要睡觉。你们不要吵我，跟你们说，我现在要早睡早起了。你今天10点前能睡觉，我就喊你一年的爸爸。真的？真的？你说的？真的？那你不要吵我，你不吵我我就能睡觉。我不说话会吓死你的，因为我不说话的时候看得很凶。你不吵我？我不吵你，我就跟谢姐聊天。好。反正我就10点钟我就睡觉。就是你跟我们说话，我们也听你。可以。走不走啊，老铁们？走啊！我现在，你有问，吓死我了！我觉得怼过来，我觉得我的流量比 WiFi 还好用。真的、啊，你的流量、嗯？我是无限流量。哇，你好棒啊！我买那个卡，哦不，那个卡只能在北京有用。好难过，为了个卡移籍了。可以。啊，我肚子好大呀、啊！现在我好撑啊。我刚刚去看我拍了，不行、啊，好可怕呀、啊！高原就把我每次穿东西肚子都是这个样子的，你胃怎么这个样子的呀？因为我胃瓢，我觉得很丑，真的，这灯光太丑了。但我还一直在播，但大家都知道你长好看，我真的是，对，大家都知道长好看就够了。快点转电话，快点快点转猪团。嘿，也是都是。谢谢买了什么呀？谢谢啊，你们走之前再来买吧。他买了点，他就买了一点点。对，买了一个自己吃，哇，真的是一点点，他都没打算跟人。你真的，现在只买了这么一点点，他都没打算跟人分享。可以分享，一人一个也分享啊。你知道吗？刚谢谢谢蛋蛋说，我去给你们倒香村。来，走啊走，让可以让他进点货，我们过几天再来买。啊，你们直接就买了，付到那个广东不就好了？付到广东，就是在网上买啊。走吧，那还不能拿着。回家了。哦，冷死了。嘿。我都跑了，我的发型都没了。
青岛，我不要多了，就来一箱。哇，这边居然也有香油条哎！什么是香油条？这个，我以为啊，它这我们那是粥是香油条，它是同事。那不是豆皮的可以买？对，这是啥小子？我要来个粥。我酸奶。哎，有没有打包那个里脊啊？里脊打包了，待会儿可以吃。一个叫猪肉。好了，一个。对，佩姐，你这个刚才就学坏了，什么叫学坏了？你不招，你不招，跟我面部妆容表情，妆完了。我觉得这里的光线很好。赶快买，买完我们回去睡觉了。嗯，我十点钟就要睡觉。你刚不还是九点吗？现在已经九点了，怎么睡啊？秒睡着啊？来，先去睡睡睡，我不会被你扛回去的。真好饱。嗯，我都不知道这个便利店还有这里。我出去吧，我觉得我也不买东西。我们出去吧。走啊！你不来箱青岛啤酒吗？买不起。我也是开个玩笑，我从来都没有喝过酒。你看。流量卡很卡吗？现在有一点点冷。湖是因为这边没有光嘛，没有灯光嘛。我觉得我在路上对着一个手机说话，他们都会觉得我有点我在自言自语。他们还在超市里面，我在等他们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没听懂。嗯。啊，你还没问过呢，往这边走。这边有光。这边就没光了。这边有一点点光。我学狗叫学的可像了，我真的学狗叫学的可像了，但不想跟你们学，因为现在在大街上，在路上，很多人看着我。我也晕了，才买啦！啊，胡小慧，我刚刚都要出鼻涕泡了。胡小慧要不买什么好吃的？走了，胡小慧。
卖了什么好吃的？走了，别看了，走了，小心车。你们这样子怎么还说？要习惯这种寒冷。好冷啊！要习惯这种寒冷。不，我穿的衣服要的跟我一样，你就习惯了。脱下你的外套。没有外套。没有外套，就穿裙子了。好冷啊，我回去得发微博了吧，我已经好几天没发了。发吧。但是哎呦。哇，你的沙，你喜欢吃沙县小吃。我哪儿喜欢吃啊，我有钱我就去吃海鲜了。没有钱才吃沙县。沙县小吃里面也有海鲜。你不是喜欢吃吗？哇，我谢谢你，海鲜和沙县放在我面前，你看我。我喜欢吃飘香。好了，我要关了。因为我要回去了。拜拜。拜拜。